我们先看一下我们车库，我们车可不可以改装？需要 upgrade。没有。哎呦！这样的，车库。哦，干！我已经看腻我那颜色了。Nice 哦，这个蓝色 Nice 哦，可是我觉得这黄色很有味道，很有拉力的味道，然后它没有那个吗？看车模式吗？ Shit， 对啊，这样我看一下你。如果以车库来说，这台车你怎么卖？干，好贵！我看你要交一个等级买啊。这 B N W 多少？12万，也就是说我还要再打4到6场这样。都是前置引擎哦。我看一下那个如果我玩这个的话，他的车哦买不起，基本上这边车都要20几万哦，还有10几万。欸，干，买车就是门槛就对了，都拿车来当门槛，超贱的。1600S 是什么？七七数吗？这一台啊，旋外观的，哎呦 ，nice！ 哦，哎，原厂是哪一个颜色去的？这还好哎。18、29、17，哦，三种颜色而已哦。嗯，好，这个走。Use the Joker lap to your advantage. You only need to take it once. If you miss it, you'll get a time penalty. Now you're in the prime position on the grid for taking your Joker on the first lap. 哎呦，干，这要 PK 的。哎，为什么我的车是那个？干，我不是橘色吗？哦，这真的是橘色耶，我没看错。这是热胎厂是不是？哦，原来就这样一圈，哦，难怪那个无名者超累的，我终止要去打挡了。嗯，为什么要绕到那边？
啊线，绕爽了是不是？干，正式比赛开始哦，我还以为是热胎而已。换了一个车又开不习惯，数位表。我还以为差三秒而已，最快的是23秒，但是总时速跑下来，那个分数真是落赛。哎，搞不好他这个赚钱很快哦，我觉得哦，因为他一场下来也没，对啊，他一场下来超快，超快，搞不好赚钱很快啊。可是他的车只有37000耶，啊 fuck， 怎么还要再比一次啊？Right, you need to complete the Joker next lap to avoid a time penalty.看有没有氮气啊，来。刚我们不能转弯了。Looks like you have some radiator. Mr. Smooth.The stewards have added 30 seconds to your race time for. 这到底在比什么呢？四分之三，还没有薪水哦，是来打爽的，是不是？The radiator looks damaged. 刚他们还让一下是怎样？哇，一撞到墙就不得了，真的。但这让我想起 Drive Club。是我违反规则吗？为什么他们每次都要去转那边？你看我不往那边开就第一名了、啊。
干，你有搞错啊？完蛋了！干，这边这么难开哦，我无言了。我刚刚第一名，早知道我就不要进来了。三档五十几，先发薪水给我吧。这要拉力要拉多久？你告诉我，不能修了是不是？我的车会快到坏掉了。干，橘色这样不好看啊。我的 radiator 很受损， radiator 是什么？ shit， 那我觉得不用欸，二档就好了。某些地方三档，不不，我不要再绕那边了。Joker next lap, Joker next lap, or we'll get a penalty.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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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我第一名。No no no， 不要翻车。哦耶！虽然骑的蛮那个开的蛮烂的。Right, the stewards have given you a 30-second penalty for missing the Joker and an additional time penalty for corner cutting. 我是被刷掉是不是？对啊，被刷掉，干！干没钱！操！没钱的生意我不干哦。